今年按照往例一样是去日月潭跑超半马，这是这次的大会的衣服。OK， 这是比较特别，是多了一顶帽子。那接下来画之前去年有画的背板，待会会把待会去年画的背板修在这个位置。OK， 大概会有几组可以让大家选，其实大家已经选完了，只是我现在要把它完稿。OK， 出发。